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本期的长形讲座啊，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有关定式以后的一些变化。我们来看看一个棋形啊，很常用的布局啊，白棋分头，这个很常见的下法也是黑棋打入，白棋跳，棋飞，白棋飞，黑棋如果尖住，那么白棋就尖住。对，这个棋形啊，可以说呢是在实战中呢，特别是以前实战中经常能够出现啊，经常能够出现。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黑棋从这里啊冲出来啊，这个动出这个子，这个程度怎么样啊？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啊？我们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呢这个是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棋。首先黑棋啊肯定是要冲出来啊，要想走，要想出棋的话，当然是必须呢冲出来。那么呢白棋啊肯定是要拦住了。那么接下来呢黑棋如果想就地做活啊，虽然也可以，但是呢这个肯定是不好的。拖啊，想就地做活当然也可以。白棋就搬，黑棋退啊，黑棋退，白棋粘，黑棋继续拖啊，白棋退，黑棋退啊。由于呢这个外面啊有这个断的毛病，白棋呢现在呢也不宜啊这个点杀黑棋，因为现在黑棋气比较长了。但结算这样呢，白棋就老老实实的外面补一手啊，黑棋后手做活啊，这个活的呢还是比较的小啊，比较的小，外面这个子呢受伤呢也比较厉害，也比较厉害。所以呢黑棋单纯的做活啊，我们呢这个应该呢不能不予考虑啊，也叫不予考虑。那么黑棋啊想要出棋的话呢，那么势必呢就是要断啊，势必就是要断。这个断完以后呢变化呢很多啊，很多。那么白棋呢也需要呢谨慎应对啊，谨慎应对。白棋单长啊，这个是以前的老的下法啊，这个单长呢虽然啊就是说比较稳健，但是呢这个是结果呢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棋退，黑棋退，白棋得拖这个啊，拖这个，这个尖出来是不行啊，尖出来，尖出来这个第几次白棋就不行，团这个想吃它呢也不好，这个黑棋可以立啊，这个黑棋可以立，白棋呢不太好继续。你走这个呢，这个黑棋本身啊，它这个以后有个后路，以后有个后路，这个挤了可以搬过去。那么黑棋在外面，即使在外面行棋啊，让白棋去吃这个黑棋呢，白棋也会吃得很辛苦。所以呢白棋局部啊是拖一个，那么黑棋叫吃，黑棋叫吃，白棋爬，黑棋断，黑棋断是这个是好棋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提，那被白棋一顶，这白棋舒服了。这个断啊是好棋啊，是好棋，白棋只有打吃，然后黑棋再卡打，
白棋提掉，黑棋提掉啊。这个结果呢，黑棋成功的解救出啊两个子，并把呢这个外面呢都封住啊。以后这里还有提的先手便宜啊，这个要帮助啊，说不定还有提的先手便宜。这个地方呢等于也封住了，整个都封住了。这个变化呢，白棋是明显吃亏啊，明显吃亏。所以当黑棋断的时候啊，当黑棋断的时候呢，白棋藏这个啊，藏这个是不好的啊，藏这个是不好的。被黑棋呢一退啊，大家呢只要是记好了这个断的手筋啊，这个呢白棋明显吃亏。那么白棋不能藏啊，也不能啊急急忙忙的啊去吃黑棋这两个字啊。你虎着吃啊，虎着吃这个是肯定是不好的啊，因为你虎着吃这个上面被人家打一下，这个棋形就是实在是太坏了啊，就是说实在是太坏了。这个无论如何啊，不能忍受这样的结果啊，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忍受这样的结果的。黑棋就退啊，黑棋它不一定非要把这两个子啊就做活，它主要呢还是呢想呢这个多一些利用。这个白棋呢肯定是不能接受，这白棋肯定不能接受。那么白棋退也不行啊，急急忙忙吃也不好，那么呢只有打一个啊反击啊反击。接下来黑棋啊如果长啊，如果长，白棋呢再贴啊，再贴，这个呢，白棋呢完全就可以黑棋捉张啊，完全黑棋。同样，现在黑棋不能急急忙忙的底下活，这上面死了不行啊。如果再退呢，这个白棋就轻松啊，补一手就可以吃掉黑棋。由于这个头在外面啊，这个气也比较长，黑棋呢不太好这个封锁这个白棋啊，甚至于白棋当然也还有直接跳出来等等的手段。那么黑棋呢势必只有拐啊，只有拐。这个时候呢白棋呢也得出头啊，也得出头。这个不能就是说现在急急忙忙去吃，这个头被人家封住，那黑棋还是达到了目的。白棋肯定呢也是要藏啊，你黑棋不管你怎么压，那么我就藏啊。黑棋一看这个封不住白棋啊，封不住白棋呢，那么只能是在里面呢，看看有什么办法呢。然后呢，黑棋这个时候呢有个好手啊，有个好手是先扑一个。先表面上是送吃一子的，实际上呢是破坏这个白棋的棋形啊。白棋提啊，然后黑棋再打棋啊，然后黑棋再打棋。这个只能粘了，这个结打起来打不动。然后这里可以先拖一下啊，先拖一下。那么呢，这个棋呢？白棋退啊，如果你顶住他退呢，会变成先手。然后呢，黑棋呢在这里面做活啊，在这里面做活。这个扑的妙位呢，现在可以看出来啊，可以看出来。然后呢，白棋呢就算粘住啊，就算粘住，黑棋做活。这个结果呢，其白棋呢也没什么好怕的啊。其实黑棋虽然在外面断了一圈啊，把这里的白棋棋形呢也走坏了，但是呢黑棋呢其实也只不过是啊，也只不过是呢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里面呢做活了，又回到了在里面做活的老路。白棋呢外面这个棋呢可以拐出来啊，并不
并不用担心呢被黑棋攻击啊，被黑棋，反而黑棋这四个字呢，气呢还是比较的紧啊，比较紧。这个总的结果来看呢，应该说呢还是白棋啊不怕的，就是说呢黑棋呢不是太好啊，这个冲断出来呢作战呢是不成功啊，是不成功的。好，那么我们再看看啊其他的一些下法。刚才我们说了啊，这黑棋如果藏出来白棋贴，这个结果呢黑棋不太好。那么黑棋呢还有另外一种下法啊，还有另外一种下法，那就是当白棋啊，当白棋叫吃的时候，当白棋打吃这个时候，黑棋从这个里面啊挖打出来，黑棋从这个里面挖打出来，这个棋还是比较厉害的啊，黑棋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白棋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了，白棋肯定是提掉了，白棋肯定是提掉，这个白棋是没什么好说的，白棋要提掉。嗯，黑棋接下来如果急急忙忙去吃这个啊，这个不行啊，这外面本身提一朵花呢，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啊，损失是非常大的。然后你是贪图吃两个子啊，外面被白棋怎么舒服打进去，这个黑棋就所得呢太小啊，所得太小。这以后白棋还有啊，在脚上还有这个拖的手段，还有拖的手段。你如果搬啊，你如果搬呢，我退。你粘上呢，我通过这一加以后。能够获得呢这个长的线索啊，这里面呢是可以做活的。所以呢黑棋急忙去吃啊是不太好的。更有甚者呢，实在白棋它不给你吃也可以啊，白棋不给你吃也可以，白棋也可以直接从这里啊挖打出来再粘上，这个呢也是可以的。所以黑棋直接挖吃，这个结果呢肯定是不好的啊，肯定是不好。那么我们呢就要看那个黑棋呢正常的下法，黑棋必须呢打上去啊，这个子没有，黑棋呢必须打上去。打上去以后呢，当然首先第一，这个是有个劫财的问题了，是有个劫财的问题。这个棋呢就是说呢发生在这个，如果白棋有劫财啊，当然是一打就行了。不过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呢是不容易啊找到这么大的劫财啊，找到这么大的劫财。因为这个打完以后，关于被黑棋这一粘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看看这个形状啊，这个棋要是被黑棋粘了，白棋两块这个全碎了啊，所有的子呢都碎掉了，这个肯定是白棋呢没法接受的。也就是说呢，白棋不容易啊找到这么大的劫财啊，找到这么大的劫财。那么白棋呢就得另想办法啊，另想办法。如果白棋老实的接上啊，那这两下呢？能把你这个花给打回去，黑棋呢便宜还是非常大的，那他现在呢就可以考虑吃掉了。这个等于呢白棋再来走的时候啊，那么白棋走完以后呢还需要再多补一手啊，与刚才相比几乎就是说呢白差了一手棋啊，等于是白棋打完以后呢自己在这里做了一个，这里呢还自己填了一下啊，这个填一个眼也是吃亏的。那么这个图形呢就是说呢黑棋啊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毕竟黑棋还是先手，黑棋一个是先手，第二个呢得到了很多目数啊，得到了很多目数。
那白棋粘上也不好，那么这个棋白棋应该怎么下呢？白棋啊，正确的下法呢就是长一个，就是长一个。正确的下法，白棋正确的长一个。黑棋啊，现在呢就是说呢，不能提啊，注意，黑棋现在不能提。黑棋如果随手去提，那么呢，白棋呢，它有比较要防要小心这个白棋的严厉下法，就是连扳，这个时候有很要危险啊，要被扳进去了。这个白棋跟黑棋打劫，黑棋有点这个也是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劫财的啊。你如果你粘上，那么这个粘上以后呢，这个这里面，黑棋做活本身就非常困难。第二个活了以后呢，也是会非常的苦，这个黑棋的不太好。那么黑棋也势必只有啊打吃与这个白棋啊打劫。那么白棋提掉以后啊，再提掉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黑棋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走出来是非常非常大。在外面呢，一般来说呢是不容易。也是呢，黑棋不见得有这么大的劫财啊。打个比方，就是这个冲穿的这个劫财啊，是弥补不了黑棋这里的这个损失的啊。这黑白颠倒一下，就是说黑棋你找一个靠啊，打穿人家无忧角的劫财，肯定是弥补不了这里的损失。我们就是简单的举个例子啊。那么呢，就是说呢，黑棋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危险啊，就是说我们就局部而言，在双方都没有劫财的情况下呢，黑棋这个提啊是很危险的，不能随手提的。那么不能随手提，那么黑棋呢就只有单张啊，单张只有单张。但是呢，现在这个劫依然还是得解决，是吧？这个劫老不解决，就当黑棋圈出来了以后，白棋还是依然呢要被分成两块啊，这个有点麻烦，所以白棋呢还得把这个棋呢给解决。那白棋怎么解决呢？白棋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断了，可以断了，白棋现在可以断了。断的时候呢，黑棋呢也只有提啊，也只有提。这时候白棋本身呢有一个很好的本身劫财，那就是什么呢？扳一个，这个扳很有意思啊，很好的本身劫财。黑棋当然是不能粘了啊，这一粘这个一盖啊死了。黑棋啊必须拐出去。这每一步棋啊都很紧凑啊，也都很有必然的。那么呢，白棋再提，现在能不能黑棋找劫啊？黑棋找劫，黑棋找劫也是有一些困难啊，现在也是找劫也是不太好找啊。黑棋最好找劫的方法呢，可能就是盯一个啊，盯一个，从里面打啊，这个也是比较损啊，这个也是比较损，这个、也比较损。那么呢，最好的找就是盯一个啊，粘上，然后提过来，然后提过来，这个也得提啊。你不盯，如果只是走到外面走个劫，那白棋就算了啊。这个黑棋即使提掉，这个所得呢太有限啊，花了一手棋。那么呢，只有并一个啊，是目前最好的劫财，白棋也不能粘啊，这个这样被黑棋吃掉，那就打多了啊，这三个子被断了，这个损失太大，以后这个还有利的味道，白棋当然也要粘，黑棋提啊，黑棋提的时候呢，白棋呢，现在暂时虽然在这里没有劫啊，没有劫，但是呢，这个劫呢慢慢的也变轻了，也变轻了。那么白棋可以靠啊，用上面的劫材
利用上面解散。靠的时候呢，黑棋呢，这个时候是不能硬的，你再硬，本身硬不完，啊，本身这个硬不完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这个被提了以后呢，自己没有劫了，也没有劫了，所以这个棋呢，黑棋不能硬，那么黑棋只能粘上。现在粘上呢，白棋呢还好啊，损失还好，毕竟这里大家注意啊，这里黑棋多了一个子，由于这里黑棋多了一个子，这个粘上的价值呢相对小了一些。那么白棋呢再搬，能在上面啊，白棋能在上面呢获得呢比较大的便宜，比较大的便宜，黑棋退，白棋立下啊，白棋立下。这个是先手要做活，那么然后呢，白棋再从这边啊，或者靠出来啊，或者胡出来，再这样呢，进行作战呢，这个结果呢，可以说呢是白棋啊不错的结果。黑棋最后呢，虽然是打赢了这个关键的这个劫，但是呢，自身呢其实棋形呢。非常的差，而且呢眼位呢还没有啊，白棋能够清理处理好这两块棋，即使中间被黑棋这个分段呢，白棋呢也是能接受的，因为白棋在这边的获利呢非常大，这个白棋也是能接受。经过这一些研究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在当前这个局面下，我们回到我们的原型啊，当前的这个局面下呢，就是说呢，回到我们的基本型，当前的局面下，这个黑棋这个冲断啊，黑棋这个冲断并不严厉啊，并不严厉。白棋呢，可以呢暂时不走啊，白棋呢可以暂时不走。那么白棋可以暂时不走呢，黑棋呢，没有严厉的后续手段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变化的结果，随着他的这个研究完了，他这个冲断不严厉，随着这个变化的结果呢，大家就是说慢慢的啊，普遍的认为这个结果呢，应该是白棋呢稍稍有利啊，稍稍有利。作为由于这个没有冲断，作为黑棋呢以后来说呢，也就是呢这个棋呢也就是大概是二路挡一个啊，和白棋呢压住啊，这个做交换啊，这个做交换。挡住以后，如果白棋再不走，黑棋呢就有比较严厉的手段啊，它就不是冲断，它就可以直接顶一个就可以了啊，大家需要注意。直接就给顶出来了啊！你虎呢？它一搬啊，一挤就过了。所以这个白棋呢需要补，也是需要补的。那么，所以我们再顺便呢，离话题呢远一点点呢，就是说呢，当白棋飞的时候啊，黑棋呢跟着硬的下法呢逐渐少了。黑棋呢会采取这个尖这个白棋尖黑棋拆二的这个下法啊，这也是为什么黑棋不肯尖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冲断呢不是很厉害啊，不是很厉害。我们最后呢就是说来这个复习一下这个冲断以后白棋的这个应对的关键之处啊。白棋打啊是肯定的，对于黑棋长啊，白棋的要点呢，第一是贴住啊，第二个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说不要去急急忙忙啊贪吃这个黑棋这两个字啊，
不要急急忙忙贪吃黑棋这两个子，而一定要把这个头给出来啊，一定要把这个头出来。这个是这个如果黑棋长啊，这个白棋应对的关键。即使他多压一个也没关系，你就退身啊。他现在多压可能扑这个扑不着了啊，他得先扑掉，先扑掉这个压呢就不一定压得着啊。所以呢，即使啊这个白棋黑棋啊这个能在里面做活啊，白棋呢也呢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地方啊，就可以放心的呢拐出来与黑棋作战啊。这里还有一路还有立或者小尖都有可能是先手，这个呢完全呢可以与黑棋作战，结果呢黑棋呢活得太小不好啊。这个呢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图啊，代表性的这个长出来以后一个代表性的图，希望大家呢这个记住。那么假如啊黑棋不长啊打出来啊以后，这个双方的变化呢也可以说是几乎是一本道啊，几乎是一本道。手数虽然多啊，过程呢但是我们都了解过了，我们再来仔细呢再来复习一下。那白棋提啊，黑棋吃啊，这个劫在双方都没有那么巨大的劫财的情况下呢，白棋冷静的长，是这个形的关键。黑棋只能粘啊，然后呢白棋断啊，这个注意这个次序，第一个劫财啊是需要早搬一个的啊，第一个劫财，然后再提过来啊，让黑棋在这里啊走一个不太肯走的熟手以后呢，然后再靠在上面啊做个劫财。这都是其实呢手数虽然多，但是呢都很有必然性。我们呢就是说把这个大家呢把这个记牢了啊，这不是次序呢不要记错了。然后呢白棋再搬立，这是很大的先手便宜啊。然后呢再在这里动出啊，这个至于怎么动出，虎飞靠压跳等等，这个呢你就可以呢慢慢的这个做选择。本图啊是黑棋挖打以后，这个是挖打吃出来以后，那是一个双方啊就是最紧凑最正确的下法。结果呢是白棋不错啊，结果是白棋不错。那么经过今天的讲座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棋形啊，我们基本形黑棋冲断没有这个对白棋呢不是很严厉，白棋呢不用啊急急忙忙在这补。记住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图和这个图，你就能呢正确应对了。好，本期的讲座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给我们的发邮件，我们呢尽量呢给您回复。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